你们家什么情况？每个人都憧憬自己能拥有一个美好的家，而我只希望我的家能像个家。你什么超能力都没有？我不需要你们，我不需要超能力，我走。哎，怎么回事？看见了吗？只要有一个人超出距离，超能力就没了。 现在我有超能力了，我要好好保护你们的。这个超能力都是暂时的。哎呦，这个是谁呀？这是会隐身吗？你这你以为你会隐身？只要你不走，就是永久的。啊、你走爷爷就死了，你这你的照片钱。妈呀，这天上的人劈死我！哎呦！ 劈歪了，我刚才是不是又死了？嗯。